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无聊实验室。最近很夯的回旋踢开瓶盖，你挑战了吗？小编今天也要来做开瓶盖挑战，但是现在还在用回旋踢就 low 掉了。我要用更有创意的方法来开瓶盖。今天我们就来实验看看，除了回旋踢之外，还可以怎么开瓶盖？实验开始。除了回旋踢之外，还可以怎么开瓶盖？答案是什么都可以。哇哦！只要有心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开瓶盖，橡皮筋、羽球、用书扇风。大家没事做的时候，也可以玩玩看更闹的开瓶盖方法。成功了再和小编分享哦。如果老是失败又觉得口很渴，就麻烦你隔壁善良的同学帮忙开一下，会怎么样吗？那我们今天实验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这个视频，可以帮我按个赞，并关注新凤鸣海外旗舰店。要是你想到有什么超级无聊的实验，想要小编替你做做看的话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我都会亲自回复哦。那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